今天我去医院打了一针，我左手肿了吗？好开心！回国要来到医院了。11号线染疫到提供1号诊室坐诊。医生开了点针，又到了一波针药，现在的针药好方便了，热水器也可以。最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中药混合物，现在已经变成这种乌黑色了。今天我去医院的时候呢，还打了一针，平时呢就可以这样敷着会舒服一点。然后还给我开了好多的药。准备伸直，把你的肩膀放松。最近运动监测还可以，希望每天晚上呢可以至少有一集，大概半小时40分钟的时间刷一下一些喜欢的剧。晚上我喜欢稍微调低一点点。最近我的左手肿了吗？所以就戴在右手。都是刷牙洗澡的时候充电。昨天看医生吃药之后好了好多，然后我最近还入了这种冰敷的贴，感觉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也会进行一个画面的一个装饰。最近做一些笔记啊，日常规划，特别爱这两支笔啊，一个是0.3黑色，还有橙色。黑色的话呢，就是开会前我自己做了一些规划，然后橙色的呢，就是开会过程中的我做了一些补充，这样不容易打乱我原本的一些思路。今天的午餐是点了一个青沙拉，这个公寓是没有厨房的，所以只能点外卖。一般沙拉酱我会尽量少加一点点，但是也比较难完全不加。今天准备拍视频，给大家安利一下我最近在用的一支卧蚕笔啊，是这个 Little Ondine 的，我是和这个修容盘一起用的，然后我很喜欢他们的腮红，就是有一种很自然从里面透出来的一种粉粉的感觉，很喜欢。然后这个卧蚕笔也比较适合我这种手残的。刚刚拍完了一个视频，最近入了这一件衣服 Say Another Stories 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的手最近肿的好一点点了，大家可以看啊，这边没那么肿了。为了拍摄的画面好看一点点，因为这里有化脓了的地方，所以贴了一个这可爱的止血贴。现在卸个妆准备去游泳，已经拍到了4点了，最近依然在用这个卸妆。怕我低血糖，先补充点能量。今天游的时间呢是一样的，今天也是游了一个小时。今天睡前呢有一点时间看第二集。今天早上呢起床的时候就开始剪视频了。我前两天就是去运动的有点多了，然后昨天感觉特别累，膝盖都有点抬不起来了。然后今天中午出去吃个饭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在外面找个地方去上传视频，然后写文案。我最近超爱这种食物的午餐。现在我的手已经消肿了好多了，传完视频去休息一会。我想去附近睡个觉，然后再晚一点再回来继续写工作。后面有一点点进步，没有打的位，特别远。
我们很随意你压多两日睇佢会唔会压落去，唔好意思。呢度仲有一个，你可以听日叫你嘅同事解决呢个问题。下车之前完成了我们的 PPT， 下来去和我们的学妹们吃饭。我跟你坐近一点。好呀。现在的健身房机器好高级。今天的游泳。我最近是好喜欢这套运动的衣服啊，这个上衣是 Oysho 的，然后这个超轻薄，所以干得很快。然后裤子呢是 Maya 的，我感觉它是蛮适合我这个梨形身材的。然后这一套就是在广州的夏天不会热，然后游泳的话呢干得也非常快，非常喜欢。我真的是喜欢到我买了两套。外面已经逐渐模糊了，今天雷暴雨。绿色好好看啊，还有这个也是绿色。最近呢见到了很多旧的朋友，然后也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，感觉好好开心。然后最近在和别人聊天中呢，我发现我对待我自身遇到的事情呢，比以前更加积极一点了，就是会更乐观一些。然后对事情，就是整体发生的事情呢，我可能会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，就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。然后我发现有时候我拍视频的时候，我就很担心啊，我这件事情说的不够客观。但是其实是很难的，就是如果说要把每一件事情再重新解释，然后说的非常客观的话，比如说上一期视频有一个暑假毕业之后做的事情，我知道有一些小伙伴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做这些事情啊，或者做某一些事情又会有一定的风险啊，或者有一些小伙伴他可能寒暑假要打工，然后也不能说不考虑金钱这个问题，但是没有办法说每一个视频都说每一点都讲的那么具体那么细到吧。然后生活里也是这样的，有时候就是随便聊一聊一个话题的话，也没有办法很深入的从各个方面去讨论这个问题，所以我感觉有时候可以想的简单一点，就是初衷是好的就好了。然后最近两周呢也有比较好的坚持健身了，伸一下。今天游了一个小时，我还
还蛮喜欢这里的健身房的，是想念它的，好喜欢它这里有条家的道。又要打包东西了，真是一个熟悉的场景呢。感觉这次的东西呢还好，没有多少，主要是因为后来决定在广州待多一个月嘛，所以又买了一些东西。今天就要走了，拜拜广州。保安的疫情不让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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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安的